饭短不是只有做准便当适合的食物，在家早餐时候吃也很适合。这一次我选了鲑鱼，没有想到饭短跟鸡蛋还有这么好玩的饭式合作。因为只有饭短有一点寂寞，所以决定做成稍微丰富一点的定时又可爱又营养的早餐。OK， 这样子就有非常好吃的卵巻き鮭おにぎり定食完成了。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 TVBS News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也请用手机下载 TVBS 新闻 APP，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。